lanes. I've been driving this train. Years since a little rising. You don't have to walk me. 大家好啊，毕福剑最近这几日呢，就是疑似就是回到了农村啊，这个精神还可以，就是笑容满面嘛，整个人呀稍微有点驼背，看起来就是说老了许多吧啊，就是他挑着扁担，整个人呢略显呀有点吃力啊，背后就是这个房子呀十分抢眼。毕福剑就是显得不介意环境吧，毕竟就是融入的非常好啊，退休后啊回到了这个农村去住，看起来呢也是这个不错的一个体验啊，已经就是过了花甲之这个的毕福剑呢，就是整个人就是比以前啊瘦了一些啊，这个牙口呢看到也是稀疏了不少啊，就是说看这个打扮呢显得就是有点清爽利落吧啊，虽然就是说体态有点就是稍微走样啊，但是这个精气神呢就是不输当年吧啊，现在这个状态吧就是依然就是没有当年之勇啊，很多人也希望他就是说付出啊付出。感谢大家收看啊，感谢大家收看啊。